今天我们来到温泉城，然后今天去洗澡，因为这天有活动，门票就是挺便宜的，然后小孩子的话都是免费的，然后趁这个活动时间咱们来玩一下，宝宝的们也是免费的，1米4以下的是免费的。买几个游泳圈，大大学姐对不对，温泉城剑河县温泉，快点快点走啦，去过的地方它好漂亮啊，你看去过了吗，等着你快点快到了，走了一段路程，然后我们要去那个大厅，然后去应该去取票，我们因为我们在网上买的票，走啊走啊快点，好多人去取票，我们要去取票，门票门票办好了，这两红色是女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的，就买了三张票。 你大哥哥对，就叫那个你退了没有，好到了就按大姐一个，快点男生往左边，女生往右边，进来宝宝，宝宝宝宝第一次玩有点害怕了，咋玩呢，要不给你丢的，要不给你看你看哥他两个，你看小心一点哦，那麻烦不啊，麻烦跟那麻烦跟那跟那面嘛，真是没那么热今天，哎好厉害哎，玩累了，先休息一下，吃下东西。心仪怀孕了，所以他就不洗了。本来是不可以进来的，但是进来的话就是要注意一点。好了，宝宝回家去了。7点多钟了。
玩了一天，外面在下雨了。我们出去等妈妈。